行政院将发放振兴五倍券，嘉义市长吴敏辉宣布，市民每一个人加码2000块的现金，让不少其他县市的民众感觉足新鲜。市长吴敏辉26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强调，这次发放现金大约需要5亿2000万，是嘉义市进前努力欠落来的这一款，唔免压制，也唔免排挤其他的预算。希望刺激民众消费，振兴在地的产业，拼经济，抢商机。COVID-19 的疫情影响着国内的民生经济，尤其嘉义市的产业长期以来拢是以服务业为主，更是损失惨重。嘉义市长吴敏辉配合中央，将要在10月份发放振兴五倍券，加码宣布嘉义市民每一个人发放2000块的现金。这款呢，作为嘉义市过去努力欠长内多存落来的这一款，绝对袂排斥其他预算。希望不举债，不要把债留给子孙。而嘉义是我们长期以来非常努力的，真的节俭，真的非常节俭用心。所以后来我们算出来，我们在2018、2019，我们税基剩余里，我们有大约5亿多。我们算一算，应该一个人2000元，这可以负担，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当然，我们会再送，预计在9月议会的时候，我们送议会来审查，待议会通过以后，我们再来执行。市长吴敏辉透露，全民发现金的出发点是因为今年7月份议会临时会的议员提案，所以决定要来呼应着议会，呼吁港心来拼经济，希望会当陪伴在地的民众度过这一届的疫情难关，振兴在地的产业。我们在7月底的议会临时会，议长、议员有提案，还有宝贵的意见，我们都清楚的知道，所以让我们也觉得这一方面我们努力思考如何来加码。加码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来拼经济、抢商机，来救我们的产业，让我们产业能够快速的复苏。我想大家也知道，云嘉南是台湾的谷仓，可是我们经济却是台湾的谷底。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人民安居乐业，大家很朴实、很乐观，但是我们在这里很艰困的 COVID-19 的一个冲击之下，我们还是要来努力。所以我觉得这2000元能够再加上中央的5000元的消费券，我想这是对我们地方来讲是有很大的注意。把握中央发放振兴五倍券的时机，嘉义市加码发放现金，合适的目标定位拼经济、发现金、抢商机，希望鼓励市民多多留伫咧嘉义市消费，力挺在地的产业振兴，进一步做数位转型，来协助产业重新来找到新的商机。最新新闻，就丁孙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阿嬷吼，咧做沙米茶啊，沙米茶啊，嘿。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玩过沙包呢？沙包不仅是孩子的玩具，更是我们童年的回忆。随着时代的演变，童玩的变化日新月异，具有台湾特色的童玩，慢慢的被声光炫目的玩具给取代了。传统的童玩慢慢失传中，今年透过祖父母节的活动，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台湾早期精彩的童年生活。阿公阿嬷是家庭的支持来源，他们的人生智慧跟生命的经验是承袭家庭的传统，更是社会文化重要的资产。有些人很幸运可以跟阿公阿嬷生活在一起，有些人因为疫情或者种种的因素跟阿公阿嬷相隔两地。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祖父母节，为了庆祝祖父母节活动，嘉义市将活动的主题定为幸福感恩家乡亲，祖孙同乐一家人。它是代表着传承还有感恩，并且透过勾在同腕沙包来促进世代的交流融合，相互传递着家庭成员间彼此的情感，以延续孝亲尊长敬老尊贤的传统价值。
想着阿公阿嬷年轻时候辛苦养育着我们的爸爸妈妈，而现在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有妈市长要趁着这个时候和孩子们一起向阿公阿嬷来表达我们的感谢，并祝福阿公阿嬷大家老健老早健健康康，满面春风笑嗨嗨，祝福大家祝父母节快乐。